讲回来，我们这个产品，那么 Hexacell 2，我相信呢，刚才我在外面呢，很多朋友都有讲，哎，我试过这个产品呀，我怎么样去吃啊？那么当然，我们的沈总是吗？啊，有讲过说在中国呢，那么就很多人也是支持这个 Hexacell 2，所以在这里我也是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托你们的福了哈，我才有今天这个机会站在这边，不然的话就跟叫消失了。我就是要靠你们俩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回来这个 9-in-1， 就是我们这个 Hexacell 2，我看是应该是第三代哦，第一代是 Hexacell Plus。Hexacell 2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改进，去迎合到现在的人的需求，要快，要得到效果，又要漂亮，又要美白，又要抗老，又要预防的一些的问题，又要强，又要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产品呢，当我们从整个 R&D 啊研发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开会，就是说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在现代的人使用。什么产品我们都可以出，但是适不适合我们现在的人使用，而最快速就是什么呢？喷在你的舌下，这个是重点。第二，吸收能力会比较快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很快，所以有一些人当喷在舌下的时候呢，很快的，有一些30分钟里面，他们得到一定的效果，就是什么呢？身体可能有点热热的，那这是正常的反应。我们吃任何的保健食品方面啊，如果有一定的效果，30分钟里面你感觉到身体的温度有上升一些，不要怕，正常的之后就back to normal。 OK， 好，那么我们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强调就是我们的 Apple Stem Cell Growth Factor、我们的 Grape Stem Cell， 还有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 Argan， 等一下后面的是有花纹，所以针对自己的皮肤的干燥、黑眼圈、 Wrinkles，这个是现在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啊。哦，以前我讲课爱美是女性的那个天性，我一直强调强调再强调，现在没有了，男女都爱美，同意吗？讲保健到最后问我吃了皮肤会漂亮吗？男孩子问我，我有黑斑可以去除黑斑吗？同意吗？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，我要快，我不要给人看得到，我要吃到有效果啊，我们就尽量的去研发出来，使到每一瓶的那个液体的 molecule， 就是它的那个颗粒子呢很细，让你们容易的吸收啊。所以5个棒5个棒很方便啊，衔在口中大概1分钟左右才吞下去啊。你们喷下去的时候有马上吞下去吗？没有。1分钟啊？1分钟没有。1分钟还好哦。嗯。啊，你们1分钟算正常啊。我遇到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5分钟，我说5分钟你口水都臭。口水加这个臭的绝对不是我们的产品啊！1分钟才吞下去。好，面对老化的问题，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的社会，每一个产品出来，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机能的退化啊，心脏病啊，高血压等等。那我们讲男性啊，OK， 精力衰退啊，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啊，我们讲去解决啊，所有的 point 呢，都是我们考虑了之后，这个产品在生产和 develop 整个 market 怎么进入我们年轻的一代，我们中上的一代，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先针对男性好不好？精力衰退啊，这个东西吧，有没有 point 哦？有中间。啊，这一点啊，刚才我看很多人都很兴奋，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好奇怪的。我真的是10多年前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啊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性功能衰退的时候啊，女孩子什么，每个不好意思，是吗？你是怎么样的吧？那现在没有21世纪了，他们都是很正面的去讲，哎，的确，现在的人，如果你们是一个 couple 的话，那这个问题呢，一定要解决。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呢？就是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去刺激你们的干细胞，细胞啊，怎么样去跟你们的那个细胞和干细胞谈恋爱？重点是在哪里啊？你这边有谈过恋爱的人，这边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？谈过恋爱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又没有举手，也忘记自己有没有谈过恋爱了。好，
处都有啊，你看每个人谈恋爱，谈恋爱是最兴奋的啊。所以我们某一些产品方面呢，尤其 Texas 香猪，那么我们可以预防这些的问题，还有前列腺的问题，破发更年期。那女性方面呢 ？OK， 也是一模一样，荷尔蒙失调。我们强调这几点，慢性的疾病啊，更年期啊等等之内啊，最害怕的就是这一些的问题啊，女性。同意吗？走在马路上，我问过很多的朋友，尤其女性方面，啊，现在的，因为可能我遇到的都蛮 sporting 一下，就是什么问他们呢？啊，你今年贵庚呢？啊，我说这边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吗？有。马来西亚领袖举手一下好不好？马来西亚的朋友了，哎，我们中国的朋友呢？好保守，我中国的朋友不是这样保守，中国朋友来举手一下，来掌声，你们表示一下吧。所以我是强调马来西亚的朋友了哈。那我问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尤其是女性方面啊，一般上台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问我这个产品怎么样去吃，怎么样去吃的时候呢，那么当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今年你贵庚？他跟我讲完了之后，哦，今年我大概是同岁50岁，我说啊，很好，不过我还有来哦。我说你还有来什么？来月经，因为还有更年期。啊，这些他们都跟我讲，就是现在不管是女性男性最怕的一些问题，我们一定要解决得掉，没有谁说好啊，就说哎，不好意思去讲啊。所以 Hexa 小组呢，就是我们有可以呢帮助你们，好，这是解决这些问题。那小朋友方面呢 ，OK， 发育方面免疫力差、过敏症等等啊，老年人呢一模一样。体力衰退，那么关节的一些的问题啊，睡眠方面很重要啊，可能是8-9点睡，10点、11点睡，3点起床，5点又再睡回，等等之内都面对这些问题。不然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细胞开始失调了，它应该做工的时候它没有做工，不应该做工的时候它跑去做工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要平衡它 ，OK。现在是正式进入我们这个产品了，9种成分，那为什么会在一瓶里面呢？让你们吃到这个效果 ，OK， 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apple stem cell， 阿根 ，OK， 阿根 oil， 虾红素。刚才我相信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朋友厂家也是有加了这个虾红素，高非常高的抗氧化。那么再来就是 grape stem cell，red oil seed。我们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燕窝，那么还有就是 growth factor concentrate， 也是来自 cholesterol， 主要可以帮助什么呢？刺激我们的细胞分裂的快，组成的快。今天肝细胞分裂和分化很多的，刚才我有强调，就是我们的很多细胞出来的时候呢，那细胞也需要呢，就是我们这个 growth factor concentrate 去刺激它，好让它分裂的快，组成的快。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 citrulline， 还有 oregon， 啊，刚才我所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肝细胞是最原始的，所以我们的厂家呢，在生产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比较针对性在肝细胞刺激这个肝细胞。肝细胞是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细胞，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好它。保健一定要吃，肝细胞和细胞更要的什么呢？照顾好它，这样我们才得到一定的那个效果啊。所以 Hexa 酵素呢，我们会针对肝细胞。再来保护我们的细胞，所以你吃任何产品的话呢，都很容易的去吸收。OK， 分裂，刚才我所强调的分裂和分化为其他细胞的潜能。啊，第一个我们采用的就是我们的苹果干细胞。那这些成分方面呢，我们是来自瑞士一家很出名的公司 Mabel Biochemistry。我们是利用他们的
苹果干细胞，主要呢是刺激我们表皮层的干细胞。那当然，那为什么我们会采用他们的那一个Apple stem cell 呢？那么当然在这边的话呢，他们都有做一些的 research， 好，做一些的 research， 那么就把少量的注射在我们皮肤上，得到的效果会是怎么样？看得到吗？看到哈？那这些的 presentation 报呢，我看应该慢一点，都是会从Royal 这边呢发给你们。啊，主要你看，在注射进去我们皮肤的0.01%之后，你可以看到你的那个生长力在你的干细胞，那再来呢0.04%注射进去里面。那这些的 report 呢，都是来自瑞士的 report， 注射进去里面之后抽一点出来再检验。这可见呢，今天呢我们如果是刺在我们人体的话呢，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干细胞的活跃性，重点是在这边。那第二方面呢，就是我们要年轻嘛，好，我们要年轻，所以你看年轻的干细胞那皮肤有弹性啊，包围包围一直有那个弹性在那边。那我们怎么样使得我们皮肤呢保持这个弹性的话呢，那么你看当注射了这个干细胞之后呢，28天呢，你看老化的干细胞和苹果的干细胞全部也得到差不多98天，跟你这个年轻的干细胞差不多一样，就是拥有了这个弹性。这个叫什么啊？你们皱纹啊，鱼尾纹啊，还有什么字眼呢？黑眼圈啊，黑眼圈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，皱纹、鱼尾纹啊，中国叫皱纹啊，鱼尾纹是马来西亚，啊，一样啊，皱纹、鱼尾纹、眼袋啊，这个问题我们是最怕的了。那我们采用了这个 Apple stem cell， 主要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也是这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和人接触的那一种交叉点啊，是从什么开始呢？眼睛啊，我看住你，你看住我的时候啊，同意吗？我们不要用另外一边眼光来看啊。今天我跟你讲话，看来看去是没有礼貌，我就用眼睛来跟你讲话。所以眼睛如果多了几条的那个皱纹，好，或者是鱼尾纹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尽量呢去解决它。所以这个 Apple stem cell 呢，在它的整个study 方面呢，他们都可以解决得到，在28天，你可以看得到了。那第二个成分呢，就是 grape stem cell， OK， 葡萄。stem cell， 那主要葡萄 stem cell 呢，我就缩短来讲，主要是针对什么呢？就是 UV protection， 那么也是来自瑞士的 UV protection， 防阳光引起的一些的肌肤衰老。那么就说，如果今天你们是昨天刚刚从平江都回来吗？喷，放心，预防 UV protection， 相当好的效果。所以我也是有一些的见证呢。那么他们时常呢很喜欢去沙滩，你们喜欢去沙滩吗？喜欢。那我就怕吃饱了之后是不是这样啊？好饱，因为我要跟那个大豆在后面，以后我跟大豆讲，不然我们就是5点才吃饭，好不好？那女生就会醒了嘞，开个玩笑。好，去海滩的时候喷喷脸，喷喷手。他告诉我回来的时候呢，他说好像没有这样容易晒黑，没有这样容易恶化，看到一定的那个效果，他告诉我。那么就是因为有什么呢？就是 grape 的 stem cell 啊。那么这个也是从他们的 research， OK， 注射了0.04%，提升58%细胞群形成的效率。0.04%非常少，所以当你们 spray 在脸上的时候，你们第一个动作应该要怎么做呢？你们有碰过在脸吗？没有啊，天上。有碰过伤口。对。那么去海滩有碰过脸吗？天天酸酸。你可以天天酸酸的哦。
喷两个 spray， 进进 ，OK， 慢慢的 dip 进去里面 ，OK， 慢慢的 dip 进去里面。这个是我的一些的见证告诉我的。我用麦，我的手要比手画脚，但是我又这样真的不习惯哈。喷在你脸上的时候，轻轻的做一些按摩 ，dip 进去里面。听到吗？我讲话听到了，听到了哈、哦。好了，我不用麦会讲的比较好一点的嘞，我不用麦了啊。什么东西？你就是，我就是，下一次我射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下次射给你们好不好？你们就射一下，你们的掌声来哦。所以我现在就不用麦哦，因为我讲话喜欢呢，就用一些的 callers mic 走来走去。因为我比手画脚的时候呢，我一比到你说，哎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课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课？你这边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课？但是我拿住麦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比手画脚啊，所以我不要用麦跟你们讲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回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 grapes 的 stem cell， 主要呢就是我一些的见证，一些的朋友说他去海滩的时候，时常我们去海滩碰了啊，最怕什么呢？晒黑掉。回来的时候呢，红红对吗？红了就变黑，黑了就变成什么呢？破皮。怎么去见人呢？他说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我怎样去见人？但是我又喜欢去海滩哦。那么最后他告诉我，很简单，喷一下你的脸，喷了之后慢慢的 dip 进去里面，喷你的手，双手也慢慢的 dip 下去。脸可以喷，你不要浪费掉嘛，喷在手。还有喷在哪里呢？那个是女性来的，颈项啊。对啊。啊，以前我们只是看一个人的外表，只是看脸罢了，对不对？我曾经呢有跟一些朋友，就是他们担任过一些的健美小姐评分啊。好，他们评分，我问他老师，我问你，你怎么样去评分一个小姐走出来给她入围呢？他说第一，脸一定要漂亮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一定要漂亮。第二是什么呢？颈。啊，对呀、啊，颈他还没有讲哦，现在我讲了，你来讲哦。他讲了手肩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对的，他讲的对的。以前的时候是脸、手脚、皮肤一定要什么呢？白。白。又，第三什么呢？身材。嘎扎又啊，嘎扎又明白吗？嘎扎又叫什么了嘞？那马来西亚多种语言哦，葫芦的那一个 S 型啊，啊，对，我们叫嘎扎又是广东话，好，不要太过苹果腰啊，很多人乱讲什么苹果腰，不好看就刚刚好，对啊，嘎扎又等等啊，啊，就是要碰在啊，就是要注意到呢，就是说除了脸部、手，还有什么呢？腰。颈项，所以我那个见证跟我讲呢，那不妨你们的颈项也喷一下 ，dip 下去。那么你可以看到是说，这个又叫什么纹呢、啊？颈纹。颈纹，慢慢的会淡化，这个就是重点呢、啊。那么即使今天你们喷了之后回来会不会红呢？还是会有少许的红，但是它没有那么的严重，很快的还原白回去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，就是喷脸、喷手、喷颈项，不要浪费，慢慢带。好，还有一个东西，喷在口腔，再去海滩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 UV protection from 这个 grapes。所以在瑞士方面呢，他们不只是说生产这个原料出来，他们主要呢也是注射在人体方面，看一下到底你们的效果去到哪里。这个就是他们的 effort 做出来。也我们也采用了它的那一个原料进来，我们的厂家呢经过 R&D 配搭生产出这个产品，适量的给大家去使用，而不会导致说哎过敏啊什么问题，不会，刚刚好。好，阿根 OilOK 阿根 Oil 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真皮层的干细胞，表层真皮层的干细胞，那喷在脸上也好，慢慢的掉下去，或者是刺也好，也可以针对得到。那么，那在瑞士呢，他们也是 go for 的一个 test 呢，那么也可以看到说，
28天到第56天，我们的真皮层的那个干细胞和细胞的活跃性，你们可以去试看。图片上在我的手上的一些的见证，刚才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有问过我，那么你这个产品呢，那么生产出来的时候呢，那很多人都会问很直接的，到底多久会有效果，对吗？嗯，对啊，多久有效果啊，我可以喷啊，我可以吃啊，我可以哪里都喷，多久有效果。然后我可以跟你讲，补片上保守呢7天内啊，不过你睡眠一定要充足哦，睡眠一定要充足哦。 with T&C terms and condition， 我们要讲很清楚哦，因为我曾经讲过课，那么我跟你们讲说，哎，这个产品7天有效果，的确7天有效果，但是有一些朋友说，我出夜界了，晚上晚睡觉了，啊，回到来2-3点啊，6点起身，整个眼睑掉下来，整个眼袋可以装水啊。他跟我讲，为什么我喷来喷去都没有这个效果？我说 ，terms and condition apply， 普通的人喷下去的时候呢，那普遍上早上5个泵，个 spray，OK one， 晚上。1 hour before bed， 喷两次，你们可以喷两次，最佳的效果啊！早上5个泵之后，晚上临睡前的1个小时，喷多5次，你可以去熬养，没有问题。啊？为什么1个小时前 ？OK， 我们吃保健也好，我们喷脸喷在口腔也好，那在吃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是利用我们的什么呢？我们的神经线把营养输送到全身嘛，对吗？所以输送到全身的那个时间里面呢，那个 timing 大概是 takes about 30 minutes， 30分钟里面你会感觉到你的体温有一点上升，之后又 back to normal。 所以普遍上我说1个小时前你们去喷下去的时候呢，30分钟如果是感觉到你们的体温上升的话呢，是正常的，之后 back to normal 你们就比较好睡。因为我们人体里面如果体温上升的话呢，晚上怎么呢，很难去入睡，对吗？一热起来很难去入睡。所以我有一些朋友呢，曾经我还没有讲过呢，还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个产品怎么样使用法呢，我只跟他们讲晚上你喷5次，他们一喷下去的时候马上就睡觉。那各一个礼拜我们再去开会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讲，哇，很难入睡哦，晚上梦到很多东西，很多4个字跑出来哦。他跟我讲很多财神也给4个字啊，那个时候我想来想去，就是我做不到，到底你在形容我们的产品为什么喷下去会给4个字呢？原来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们做得到吗？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哦，做得到吗？中国的朋友明白大概讲的中吗？就是睡不着发噩梦啊，发这个，我买一些的，不是发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中4个字哦，讲4个字哦，跑出来了，这个谁来找我了？这个谁来找我？因为睡眠不好啊，身体热啊，所以最好1个小时前 ，OK， 5个泵，1个小时后你才去睡，好不好？那刚才我有讲过，我们要照顾一些成分，刺激我们的肝细胞，就是刺激我们的老板。去分裂和分化和支援更加多的那个细胞出来，就是给各部门，就是我们的细胞呢。那细胞我们也要照顾，就是我们从讲了这个 growth factor concentrate， 也是用牛初乳来自纽西兰萃取出来这个 growth factor concentrate， 加进去我们这个 hexacell 2，以刺激我们的细胞呢分裂和组成的更加的快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有伤口喷下去的时候很快的复原，对吗？就是因为 growth factor concentrate， 所以里面包含了什么呢？ IGF insulin growth factor， 还有就是 EGF 表皮的生长因子，可以刺激得到。所以伤口你可以喷吗？绝对是可以喷。你按完了之后啊，有按痘痘吗？按痘痘的习惯吗？按了之后洗干净了脸，喷了之后再上一个 mask， 听得到吗？后面的朋友听得到。好，我们时常有长痘痘嘛，因为有办法，青春的关系才有痘哦。好，我有1-2粒痘我感觉到很骄傲，好才有青春一点啊，没有痘我就很怕了。开玩笑了，我们不要有痘了啊。
按钮之后喷下去，再上一个 bus。OK？ 好。辣木，主要是高抗氧化，有助于营养不良。Ribosity 也是高抗氧化呢，主要呢也是防止自由基损伤我们脑细胞和神经的那个组织。所以有一些人很累的时候啊，好，驾车真的非常非常累的时候打瞌睡，那不妨试看喷五次，在 under your tongue， 你会发觉到呢，可能五到十分钟方面你相当的精神，好，它刺激得到 ，OK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 L-citrulline， 保护我们的心脏的功能。我很快了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。那么还有我们的燕窝的那个精华，啊，也是我们的 Burnet Extract， 啊，主要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？你看，提升免疫力也好，有18种的那种的氨基酸。所以有史以来呢，我们的产能呢，生产这样多产品的话呢，只有王家燕窝，然后第一家公司跟我们配合，而且啊，配合生产所有产品都一定要添加什么呢？燕窝。对呀、啊，第一家，那个时候我们给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？真的有史以来啊，我们生产的产品呢，在过去的20年呢、啊，已经超过1000种了。我们的厂已经20多年了，所以是第一家。那个时候接触啊，大家都落个都单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讲，我的产品一定要加燕窝。我说啊，加燕窝，燕窝不是刺吗？不是毒吗？啊，加在燕窝，就做在这个产品呢，我们必须要用比较高科技去研发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保存里面的那种营养成分，啊 ，active ingredient 等等啊，啊，所以它是第一家公司给我们生产了。东加阿里、加吉法蒂玛、Cordyceps 就是那个冬虫夏草、Hexacel， 啊，全部要加燕窝的，所以我们都很小心的去把适量的成分呢加进去里面。而且每一个产品呢，当制造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尽量的，就是说做一些的 stability test， 我们要 make sure 呢，就是里面的成分呢保存得很好，而不要说保存了3个月之后、6个月之后开始发生了一些的问题，或者一些重金属等等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每3个月、6个月、啊9个月、12个月，连续2年做每一样产品，不会停止。啊，确保每个产品的品质呢，你们收在家也好，3个月、6个月，哎，忘记吃了还是很好，但是尽量的保存在家室内的那一种的温度，好、啊，不要晒住太阳了哈、啊、，OK。那么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刚才我相信我们的啊前面的两位老师都讲过的，就是我们的小红书 ，OK， 小红书 as a sending。那么我们是来自Astario 啊、日本的一家蛮出名的公司。那么主要呢，我们利用这个产品的话呢，是要刺激回，就是抗氧化给我们的肝细胞和我们的细胞。所以我们也是利用呢什么呢？藻类的虾红素啊，藻类的虾红素啊。所以很多人问我 ，vegetarian 吃素的能不能吃？绝对能吃。那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用藻类的那个小红书萃取这个 ascending， OK， 可以看到就说vitamin E 1000倍的抗氧化 ，vitamin C 6000倍，所以对美白的那一种的效果和抗老化的效果呢，相当相当的强。所以现在在21世纪美容界方面呢，我相信呢，很多人都会在用它，这个小红书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把你们拍到这个。哦，啊，这一个呢，我相信就是慢一点，我会请负责人就是发给你们比较清楚的 presentation。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上，我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呢，那么给大家容易的去吸收 ，point by point， 很容易的去复制，好、哦。
因为我讲课方面呢，那普遍上我就是喜欢说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们了解，让你们也容易复制我的所讲的东西推荐给所有的朋友。那如果今天我讲的太过technical太多的话呢，我是怕大家复制不了，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。那之后我们会发这个 presentation 给大家。好，所以 SR Sending 的那些的啊效果方面呢，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很快的呢，我们带过就说主要的这个产品的那个保健的效果和效益在哪里呢？促进呢我们的脑部的发育，啊，这个可以帮助得到。OK， 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，刚才我所讲的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，刺激我们的肝细胞和细胞了之后呢，那么我们吃所有产品呢，我们才容易吸收得到，达到最佳的那一个效果。那么我们再挑一下呢，就是可以保护到我们的眼睛。啊，也可以保护到我们眼睛，就是提升我们的那个视力，因为眼睛也是我们的灵魂之窗。好，没有了眼睛，什么都是讲不了，多么多的钱都讲不了，所以可以帮助到眼睛。那么还有提高呢，雌激素的水平，抗自由基，预防雌肥。预防雌肥主要什么呢？就是你如果今天你的那个肝细胞和细胞的那一种工作平衡到的话呢，那么自然而然多余的那一些的脂肪呢，都会很自然的达到那个分解和排出啊体内的那个工作。后发、骨骼疏松症、腹泻、糖尿病、关节炎等等。那么对于美容方面呢，收缩我们的毛孔啊，这个也是有一些见证有告诉过我呢。那么就是说普遍上我看你是我们保守一点的估计，在七天内，那么他们每一天有早上晚上喷的时候了哈，那么除了刺还有喷一点点的话呢，他们发觉到一点，女生都有化妆啊，最怕粉底刺不到你了，对吧？粉底刺不到你的时候呢，那么走不到一条街的时候就看得到说好像什么呢，没有油漆啊，这边掉一点那边掉一点了、我们开玩笑了、如果你达到收缩毛孔的时候呢，他们达到一定的效果，就是他们当涂粉底的时候，他们也告诉过我，哎，好刺粉哦，真的非常刺粉啊！你们可以去再试看。那第二呢，就是紫外线，刚才我所讲的，喷了再刺啊 ，UV protection， 细纹、皱纹 ，OK， 还有就是说预防。我们老化，这个是重点，还有呢，色斑、黑眼圈等等之内都可以帮助得到。有什么问题吗？